秀啊，眼下是病毒已生，我看不用中药怕不易收效。只怪我当初苟且因循，养庸遗患。为什么？广州外洋人，内有皇亲国戚，我是投鼠忌器，下不了手。你是指玉坤他们那帮人？明天你会会他们就知道了。悲声长起，秀，我是初来乍到，您可要多加指点呐。少穆，我起誓和你同心同德，铲除中国的淫患。怠慢怠慢，多谢多谢，请请请请。吴大人，木工海量，红啊，这几个月来广州禁烟是雷厉风行，可就是收效不大，其故安在呢？哎呀，其原因不在广州，在海洋上。哦，兄妹，在洋人在海上有多少鸦片蹲船呢？回大帅的话，洋人现有鸦片蹲船22只，那就把所有的鸦片都给我缴下来。是，不正本就不能够情缘。是是是，不过林大人呐，洋人的事怕不大好办吧？哦，为什么？那得领教了。洋人的船呢，在海上，他不在咱们广州啊。哦，那不要紧，只要人在广州就好办。我观察，在那个洋人颠的不是没有走掉吗？啊，是啊，那就扣住他，还怕他烟缴不下来？哼，是是。海子台，在大帅有何吩咐？你去替我把洋人的商馆包围起来，不准放走一个洋人。是。要二位是不是就请去张罗去吧？啊，是是是是。不远送，不远送。好，哎，请请请请请。啊，好好，请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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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木工啊，这个广东可非同内地，我们对付洋人可不能操之过急，要提防机场大变呐。照您这么说，洋人他敢打仗？那防患于未然总是好的，可我们也不是没枪没炮啊。林大人，就我们那些个炮啊，官军们他心里有数。遇见都提醒的对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没有海防咱们是不能放手进言的。就是嘛，官军们，在吩咐水师立刻出动，不让逃走一条洋船。是，明天咱们就上虎门去看看咱们的炮台去。是。古语说长江天险，我看虎门之险也不下长江。嗯，是啊，请看看咱们炮台吧。这炮是哪年铸的？乾隆42年，比我还大3岁了。能够试一炮吧？行，请吧，开炮。大帅，您看，咱们就是这样的炮。
动工吧，我们马上找新炮。大帅，您果真造好了新炮，洋鬼子他敢来进犯天朝，我打他个落花流水。好啊，知府，不过朝廷没有这笔钱呢。不要紧，我想过了，打算给御剑都想办法。你打算把他也给开毛啊？难呐。大帅，英国的鸦片登船都给我们截住了。好啊，大门给我们堵住了，行，我们可以来个瓮中捉鳖。钦差大臣遇到，所有外国商人应将自己所有鸦片全部缴官，以免巨价干结，以后来船再不敢夹带鸦片。如有带来，甘愿鸦片没收，人际正法。哎，什么叫正法？正法就是杀头。错了，你肯定的错了。当时你应该接受武少荣的建议。